好，我是奇异果班的王浩，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小羊过河。有一只小羊，长着白毛，有两个小脚，大家叫它小白羊。另外一只小羊有长着黑毛，有两个小脚，大家叫它小黑羊。小白羊跟小黑羊住在河边，小白羊住在东边，小黑羊住在西边。有一天，小白羊，小白羊跟小黑羊两个同时都怎样？都想要怎样？想过河。对，然后呢？他们一起走到哪里？中间就碰头了。就走到桥的中间，然后谁也怎样不让谁，是吗？黑羊。你讲啊。黑羊说什么？给我行过去，是吗？他们谁也不让谁，结果呢？两只羊就怎样？掉到河里去了，然后就被河随着河被冲走了。谢谢大家，故事讲完了。